哎呦我操，这车都放这放上锈了，这他妈谁贴的？这把我当报废车呢？干啥呢，李哥？啊？干啥呢？妈，你这车有日没开了吧？一个多月了吗？在这扔呢？那扔多长时间呢？我这不驾照我上个月下来的吗？开了几天，罚了好几百块钱，我没敢开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设备到手了，这回行，一会儿上道了。整个啥这是啊？啊？整个啥呀？电子表，就是哪块拍照啥不响吗？我寻思一会儿给它粘上呢。是更新吗？不是，这几个月更新一回，用电脑下载。哎呦我擦，你这脑瓜子咋的了？这不又让人忽悠了吗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走吧，你快点，李哥，你跟我上车。跟你上车。你跟我走走。小姑娘不能不正经。哎。哎，你上来快点，李哥。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这是让你嫂子看着不太好啊。哎呦我擦，李哥呀。啊。你说你长得熊样，我还能相中你啊？我怕了，我寻你冷，你上车。干啥上来？上就让你看看这东西。哪个？完就瞅，打开屏幕。你看，你小岁数，你好好的。你照照镜子。来，你让你看这玩意儿，你看不着？是啥玩意儿？这是啥玩意儿？这不导航电子狗实时更新的吗？你这镜子里面带电子狗啊？啊，他带的啊，实时更新的。那你这玩意儿说话啊，不滴滴响啊？哎呀，滴什么响？他直接都给你播报了。前方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啊，这都他有。这啥？实景导航没见过呀？行车辅助路线。哎呦我操啊！还有导航呢！打开音乐。哎，你这玩意儿比我这玩意儿先进。你再看看，啥意思啊？你还插碟呢？我插 U 盘呢。插 U 盘呢？你看我这玩意儿随时点歌，实时更。不是想听啥歌，跟他说他能给你播放？那算啥呀？打开前路。你这玩意儿在线更新呢？哎呦我，你看看这个来。啥？啥？俩镜头。我这前后双路能同屏。同屏同显。啊，远程还能看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咋的？人在家用手机远程还能看呢？啊，远程随时随地看，谁动动我车给我发信息呀？哎，我这玩意儿，我的妈，这玩意儿算啥呀？我还能看电视呢，电视剧、电影都能看啊，能看直播呀？干啥不能看呢？哎，我这几年网上得多少钱呢？妈，咋的呀？啊，给带着，带网啊？啊，那你有这玩意儿给李哥拿一个呗，几千块钱啊？啥几千块钱呢？我给你拿个几百块钱得了。新的几百块钱呢？啊，带网呢？带的。那妥了，那这玩意儿行。包不安装。行行。